感觉，突然感觉过得好快，不知不觉呢就已经第五年了。然后，我再想一想。吴芒，你快成年了，很了不起是吧？啊，来个腹肌，我绝对有。20年之后，感觉今年底。说吧，朋友。11月18号。为什么是18号呀、啊？他就到18岁那一秒直接，我觉得可以。其实我现在已经有差不多4块了。其实有点若隐若现的，就这样搭着说话，不是很尴尬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去年还是4周年，今年就5周年了。哇，废话。哇，很期待明年6周年。时间很快，你们不要模仿我好不好？你不要模仿我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就感觉很慢。对，然后呢，感觉经历了很多，感觉又经历了很少。你看你没经历什么。哇，还有哲学啊！从2018年哲学到2023年，经历了不少。有孤独，有孤独，有陪伴。从2018到2020，经历了不少，有孤独，有陪伴，当然也保留了棱角。当然也保留。有孤独，有陪伴，过吗？那就是棱角。哇，好爽啊！那个眼妆，爽。哇。哦，好尴尬啊！那是这种效果。呀。好聪明啊！我就含了口口水，我记得。这不是第一版吗？这不是第一版吗？是最后一版。哦，对，在舞台上那个。还有后面还下雨。何以坤还在弹吉他呀，这时候。当时杰飞其实嘴巴说的啊，人肉节拍器，睫毛弯弯，好，重量节目，好看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我杭将那一版，杭将就是那一版，怎么不看惨妹跳舞哎？哇，
传过来。啊！哎，他为什么没来呀？哇！然后让我们来看采梅唱夜曲吧。哇！我还是闭起眼睛的呀。我在你前面上还是在你后面？他当时还坐在那个舞台边上。女孩子在干嘛？哇，猫哥几乎每一首歌都在后头跟唱。开始做了。光都没有这个地方。这今年死去的爱情肯定没有光啊。怎么后面那一排有个那么大一坨的呀？好大一坨的儿子，这就是我儿子。哎，来了！哎呀！男孩怎么样？不行，硕哥这个位置留给你，可以点男孩听一听，不知道你听没听过陈天润的男孩。为什么第一句就？对啊，为什么我？因为完整要看完整版。那个角落是谁？怎么感觉这时候没有现在这么？让你微笑起来，勇敢起来，忘不了你的爱。不是，每次啊。结局能更改，我没能把你留下来，更不是他。头盔。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。固执的男孩，陷入麻木。哎呀。为什么秀儿在舞台上都没做出这么夸张的舞台动作？不敢，怕。这时候孙一航最跳那个是什么呀？打枪那个呀？哎，哦，那个猫鼠那个什么呀？就是猫鼠游戏。对。不是，我记得我当时对那个的时候，有人在后台跟我对干，我跟于海在后台，跟我对干，我看到了，一直影响。就是追星是侧的对着我们，主要彩排每次追都笑场。对，哇塞，哎，我嗓子痒，抓不住了，这个背心，哇，抓不住了，哎呀，不是感觉现在看墨镜，这个桌子。不是，我真的很傻，快点往上面看一下吧。哎呀，哦，看到了，熬不住了，往上跑，往上跑。好哈呀，真歪嘴，真歪嘴。也跟这被揍了一样，跟孙耀一唱夜曲一样，跟孙耀唱夜曲一模一样。这个也差不多，这个是肚子疼，都带着婴儿肥。
是不是有点卷？对，他觉得那个小卷卷，小卷卷恶心。哎呀，不是我取的名字呀、啊！工作人员都叫他小卷卷。他是自己烫的还是本来就卷的？天生的。那为什么他现在头发不卷？因为他没烫啊。不是那个时候烫的呀。啊。不是那个是，就是说来话长，就不说了。我敢说这个弯腰绝对是大头老师设计的。我们就正常开了。最疯狂的人，苏志清，怎么可能是我？秀儿。你们余涵，余涵，余涵吧，余涵的疯狂只有三楼知道，其他人不知道。对，其实我这不知道，就住在三楼，二楼，二楼，哦，二楼。本人有幸见过，场面之炸裂。哦，你也见过？哦，我有幸听说过。去过三楼的人都有说，串门的时候。经常看到啊，反正只要你去三楼，你就知道玉涵。没有可以，不可以哦。苏老师给的一个很大很开明的定义是当局老师。张琪平时干嘛了？太笨了，太笨了。在座张琪就是多少的疯狂，霍哥都没有亲自在场。那可2%吧。如果他见识到了张琪，那就只有10%。苏先要说的差不多，如果他能把张吉排到第一的话，那小何才露尖尖角。对呀，对我不疯狂，只是冰山露出来的那一点儿，算个国歌。没事，你先就是把我了解一下，然后就是慢慢更了解到约翰那个。老师，你想想吧，总共还有12个月，你就算你一个月问他一次，你看那结果就对，咱们可以一个月问他一次。你来了三楼，你活着，你没法活着走下去了。哇哇哇！不行，敢把人在我身边拿走，这也没住。你可以让秀儿把手机发的消息翻出来给你听两句。老师，你可以听一下秀儿给陈年人仔发的、那个、给秀儿发的语音，可以浅听两句，但不能多听。听一条，充会员再听第二条。听多了容易丧失意识。真要听老师？第一条。别，等一下断不了了。人蓝牙机突然的时候，先找好后面那些了。先找好。点错了。先找好秀儿。哎，你放转文字，你放那天给我听的那个，先切合一下。你转文字看一下哪个能播。你看一下内容。真要听，我自己先看看。先转文字。换人了，太炸裂了，太炸！硕哥没怎么来我们三楼玩过，三楼是禁地，禁地。怎么分？左手右手分。啊！
啊，小时代，好猛啊，这个我看不下去了。之间的感情不是金钱能够
哎呀！好有难度啊，老师这个。我刚看一遍就是挑战老师。我当白龙马去。我演我自己的。我也演我自己的，我就看着，我也演我自己的。你也演你自己的。行。欢迎，欢迎。不换我不换。我真的演你。就是他们演什么？我不知道是啥，我不知道。你也是演了。我不知道说了，孙耀子你演自己那个，肯定是本人本尊还原，这样就没有意思了，就要换你。你演孙耀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不许不许不许反嘴，不许反嘴，不许反嘴。你演我，你演我。我演追星吧。秀儿演我。我只记住一句：发懒发臭。我演牛奶。我演孙猴。打不开。怎么啊？你不是前面得说几句？我是我一开始不在场上。对，我就说嘛，我一开始不在场上，我什么时候上场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看情况就上场。你在上场。好的。服务员拉瓶水，啤酒行吗？来点一杯。还不来啊？他们在做字啊 ？Hey bro， you know what I'm saying？ 最近呢是有一点忙，不过没关系，哥哥现在来到了这里，哥哥的中文可能不是特别的好啊，所以你要。可能原谅一下啊，大肌肉请问大肌肉吗？那你说的那可以看我的 muscle 了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啊。你看我哎，你在那儿一直坐着不说些话吗？那么声哎。What's up? 真叫小菜带的，把嘴闭上。你知道的，我的 bro。你知道的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你知道的。你要是租得起，能飞。你知道的，你是我的好姐妹。你知道的。今天我们欢聚一堂，烦了，反正那么深，那么深，那么深 ，OK bro，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那么深？我很难受了。我知道，其实你一直。喜欢恩仔很久了，但是你也不至于今天这么对我的男生。发烂发臭，不要跟他抢，他抢不过的你，你才不行你。恩仔，不要从你的嘴里说出恩仔这个名字，你冒昧了。啊，不说了，男生，张吉其实对我们两个都喜欢恩仔。怎么了？恩仔。恩仔喜欢哥哥大肌肉，恩仔喜欢我，喜欢我的肌肉，喜欢我，没用的，你有肌肉吗？他喜欢他肌肉，喜欢你鼻梁，跟我滑滑梯。恩仔已经接受我的表白了，你们好，那现在就打电话给恩仔，问一下他到底心中是谁。拿来我的手机。对方正在不听话了，来我他不喜欢你，我拿我手机给恩仔打。恩仔电话，连恩仔电话都没有，你连电话都没有，你连恩仔的电话都没有。
我们你怎么解释？哎，解释不了。我其实我们平时都是用 解释不通 WeChat 解释不通。对 WeChat， 你连他的电话都没有。我们没有留对方的 number， 所以对呀、啊，你输了。我们都是 conversation on你输了。WeChat， 现在用 message， 你连他的电话都没有。你爱他吗？你真的爱他吗？你爱他，你甚至连他的电话都不存一个。所以爱，你懂他吗？我存了他两个电话哦，你有几个呢？舔狗，一个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失败的人，到最后一无所有了。失败，你失败啊！我至少还有人在两个电话，你什么都没有。几点了？你怎么知道他在图书馆喂他咖啡喝？我会抱抱雨。他的说了你回家写作业，你就回去喝水吗？对呀、啊。妈呢？你的人生就发了发臭了。最后它有那么好喝吗？最后，那你为什么只喝四块不喝三块五的呀？还有那个浑身是毛的人怎么还没来？不知道。救救我呀！救救我呀！为什么？要不你也给谁打个电话去？我给谁打电话？你给玉涵打电话吧。好，玉涵指纹是我的。我给玉涵打电话。喂，怎么这么黑？人呢？这五个，挑选你心仪的对象。你喜欢哪一个？选一个。选。必须选一个。男嘉宾。男嘉宾一二三四五。心动男嘉宾。哪个最让你心动？选。对。当你挑男嘉宾，现在，对头，必须选，必须选。你还要哪个？你们五个都不行。你说你要选谁？玉涵，就是选一个。选了不会怎么样？什么事都没有。你是忍者神龟吗？就露一个眼睛。你选一个，你听不懂中文吗？选，你选的一个就是你的后半生就跟他长长久久的在一起。没有拍啊，没有拍、啊，我们什么现在宿舍只是忘卸妆了。不是，为什么要选这个呀？哎呀，挂了。再给你二十秒时间，你选一个。那就是我的、啊，那就是女鬼。哦，对，那就是他。我说什么了？木轮，发烂发臭。好了。倒水，发烂发臭。木轮，上流来，上流来。发烂发臭。为啥我们就赢了？没想到，怎么这么意外啊？这明显我们这边更丰富呀、啊！为啥呀？因为我们结局是好结局，有内幕，兄弟们，这么烂。I'm saying， 抗议 ，I'm saying， 我带领你们来个首胜。你来，那我直接压制他。石头剪刀布，好布，我带领你们来个首胜啊！第一局就拿下首胜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布。哎呀，未尝败绩，没办法，太强了。我来，交给你们，给你们来个开幕。那我来。我们还没有 counter 他的，万一你 counter 他呢？好。来吧，来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 ，nice。啊，这是你没有关系。OK， 石头剪刀布，1-1。石头剪刀布。哦。放心。好，我来。你去吧。没有，我去。没有汤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谁
接被 counter 了，你这边插不上嘴，已经被 counter 了。换血已经退了，没开始，要到斩杀线的。人很话不多，石头剪刀布。哎呀，不动的，石头剪刀布。好啊，来我先报。我说什么？让我来压轴，让我来压轴，让我来压轴。不是张宇豪 counter 他，我的兄弟。张宇豪肯定 counter 他，我住三楼，我不知道吗？绝对 counter。没什么可说的。来，石头剪刀布。那是啊。必须 counter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小 case。没事。接着来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Nice。一比一，兄弟，稳住。喝口水。没事，他今天反正要住三楼。没事，他今天要住三楼。他今天反正要住三楼。你看你赢不赢吧？石头剪刀布。哎，我来喊。好，石头剪刀，石头剪刀。不是，我还没看完呢。石头剪刀布。不是，不要晋级。我，这是我真的。这是我来。好。石头剪刀布。啊！前两轮都没算，这轮为什么能算？物理康特，老师你来。好。哎呀，在干嘛？好较真啊！就我一人 counter， 一比一，那他们一比一打平了。我们凑时长，就不会有第三轮时间太短了，不够看。加时赛了，那就赢了的先来。好，石头剪刀布。好，赢了的先来。占据两胜还是一局啊？一局呢？一局。那我们先来。我还没看呢，哥们。我先给他展示一下吧，反正我要给你看。这个字。他从有被写错了，就是这是人能写出来的字。看懂了吧？看懂了。那我走了。走了。准备好了，来吧。反杀！什么鬼呀、啊？哎呀！哦，
好一个刀群舞，跑，写，画，三，八，这是动画，动画，动画，我以为是爬登山雪瀑，我以为是登山滑雪，我也是。哎，来了来了，超治愈动画，你也超治愈动画。听这个笑声，我们已经输了。我扮江南 star， 不是吉鲁啊，你们说话。开始编舞了，开始编舞了。骑马甩绳儿，哦，我骑马套绳儿，可以，你这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了。去环球影城当天清洁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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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可以，这个我擅长。去三里屯跳我姓石，不准戴墨镜，一人 solo 一段啊，可以，可以，接受挑战。接受接受接受，可以，我们可以去看吧，要门票。我们戴着口罩去，就装路人，纯路人。我们是路人，就是来回走来走去，然后再拍摄一下，直拍。我们五个都拍，我们是五机位直拍。对对，五个方向，五个方向。跳伞，去美国玩，去美国体会一下真正的 Nothing。